在那个43号的 N 楼，是在那地方。啊，范围这边到时候会将开发的。这条是往巴塞古纳那条高速公路，蓝色这一条是通往机场的了。高速公路过头的，连这个区域到时候就会发展的学校。脚头间就多了这个地方。
汉庭的位置，然后来了后尾的话会有一间小房。这个地方的话可以放洗衣机、冰箱，然后这边的话坐到完了的，收哈这边的话出去是没有地了的。OK， 整个客厅的话还是很宽的。二楼的一个位置，它的挑高。左边这边是主人房，我们的话这里的话是可以做第二个客厅咯。那我们看客房，客房的话连接住一个厕所，两个人共用的。